大众，请起立。请合掌。面向佛，面向佛。大众，请坐下。啊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放掌。各位尊敬的法师，各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，难得我们又有弥陀寺这次的因缘，那么修行重点还是解脱内在的烦恼，所以真正修行的人是无分别心，是无真，是无念，是无所住着，法上本空，人人平等，这是真修行人。但是这么简单，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走错路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还没有正量，出在末法时期，名师难遇，也不容易选择到善知识，或者是好的佛友，没有办法发明心地。发明心地就是没办法明心见性，因此就像陀螺一样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往外攀援，总希望去找到一个的依归依靠，不知道回归当下无所依无所靠，就是永恒的依靠，不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一直在想要开示什么呢？法大家也听得那么多，后来想一想啊，干脆我就提前把圆觉经，整部圆觉经的重点，圆觉经的重点是啊误入佛的圆觉，可是会出问题。今天讲的就是圆觉经的重点，但是圆觉经因为里面有一些是文言文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，把这个文言文拿掉，用白话文，因为大家手中都没有课本，所以我们就用白话文把它解释，因为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一步走错，一辈子都赚不回来，所以我提前把《圆觉经》的重点只做认灭讲清楚。好，我们要掌握时间。今天呢，既然晚餐了，大家都不急，那就好办事。就好办事啊，讲到五点也没关系，反正也不急着吃饭吧，那就没有关系。一定要把它彻底的讲清楚。今天这一段呢，没讲完是不能下课的。好，
今天这一段就是你要悟入圆觉，第一个要求师，就是求甚善知识。生命的过程当中，修行第一个关键，你没碰到甚善知识，就叫做完了，没戏唱了。第二个，则有选择精进的、有品性的、有佛的德性的好友来互相勉励，远离那一些习气重的、恶劣的、恶之见的，要远离。就是择友，选择善友，叫做择友。第三个，所有的名师，你选择的善友，最终的目的就是发明啊，发心，也就是开发我们清净心，悟明本来的面目，这是最终极的目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《圆觉经》里面的一段，那么我就直接用白话文，但是因为这一段非常重要，所以将来在讲堂有因缘在讲到《圆觉经》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一段打出来啊，我们会再简单念一遍。现在根据我手中的资料慢慢解释一下，说我们呢、众生呢、的这个邪知、邪执，恶之见叫做邪知，邪执就是执着那个没有必要的假象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悲哀的就是把不应当执着的、带不走的、拼死命的执着，还有想修行也碰不到善知识，碰到的是邪知邪见、恶知识，就抓住了某一种角度，认为自己是真理的，拼死命的执着，同时排斥跟他看法不一样的，用这个邪知邪执来求法是不能成道的。虽然啊，这些邪知邪执都是因为妄心、妄想心而来的，重点在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就是你亲近的不是甚善知识，不是良师益友，你亲近的叫做非人啊，非人，也就是不是正知正见的人。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很容易受到邪思恶友的熏习，自己错了也不知道，这种邪思恶友的熏陶，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对一个初学佛法来讲，他太迷惑了，到底要亲近还是要远离？要亲近好像觉得怪怪的，要远离好像这个师父真的对我很好啊，师父都会说我对你很特别哦，你要来哦，然后跟了一年两年三年也没办法解脱，摸不着门。所以邪思恶友这一股力量太强，不可不重视它，千万不要忽视这股力量的存在。我们呢，发心修行啊，首重甚善知识，一定要选择良师
善有。这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众生智慧啊，没有开，他没有开佛眼啊。就像我们呢在念的啊，普眼菩萨摩诃萨，哎，我们要开智慧之眼。开了智慧之眼有什么好处呢？就你能有般若智慧，懂得去选择。换句话说，学佛第一个步骤要能够有能力去分辨哪个是圣善之事，哪些是良师益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课程。但是如果你很不幸遭遇到邪师恶友，你就会感情用事，他会弄一些非常迷惑你的东西，非常迷惑你的东西，投你之所好，然后你又喜欢神通，也喜欢算命，然后清净的法师就会告诉你，你前世怎么怎么怎么，我跟你是佛陀时代一起修行的，啊，哇，这听的话不得了了，这个法师真厉害，啊，还知道佛陀当时在世是怎么怎么的，啊，他知道你喜欢好听的话，然后就赞叹你，可是他身上完全没有法，因为他懂得投其所好，这个叫做江湖智慧，江湖的聪明，法师自有一套，不依如来的正法，不依如来的正法，因为他要生存，需要靠这些护法，啊，也知道哦，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所以就投其所好，你就一味的去盲从。开始用感情用事，在法还没有认知度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我亲近的这个师父是第一的，是很棒的，他是怎么怎么个闭关，他又是一步一拜的拜四大名山，他是怎么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拜，那你就在的相上被感动了，或许是他真的很精进，但是背后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就很严重了。修行不是看相的，众生很容易的，如果这个人这个法师啊，华严经一个字一拜，住在茅棚，放弃所有的欲望，然后精进，这个法师啊，这个法师啊，无所事事，泡茶，没事，所有的众生都会说这个比较有修行，这个没有修行，他很容易被这个相上所感动，很精进，很精进，碰到事情的时候。这个一个华严经一个字一拜的，人家还没有生气，他就先生气，开始一直指责别人。我当然只是比喻了，右边这个内心里面无所住着，机械相、利益械相、如如不动、不取一相、二六十中全部不分别，知道诸法如幻，他知道用功。不对，不用功也不对，用功不需要让人家知道，不用功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得一切法无为，所以法是在心的正量解脱。所以圣人啊，不以守见者论道论量论法，就是说两个人在事项上看起来
他很精进，他不精进，那事实不然，要看他的行为举止之间涵养正量，不是看在拜佛的。我们不是每天的能理所理性空寂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碰到了邪思恶友，我们就会感情用事，也分不清楚，变成一味的盲从。那么跟着邪知邪见的就更糟糕了，更糟糕了。他啊，善于迎合众生幻妄的心态，他投其所好，你喜欢什么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你来的时候不跟你讲法，他就是每次你来，他说迎来送去，因为你是大护法，出了一千万、两千万、三千万，那你说这个法师他还有第二句话吗？是不是？来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就在没有法上。这个居士就觉得上人对我很好，阿慧律法师，你呢？我也是一样啊，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，我也是这样啊。啊，你看功夫在哪里？有没有世俗地就没有第一地啊？你以为我会对你很坏吗？错了，我也一样对你非常棒的，但是那个境界是完全不同。但是完全不同，我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最上圣论，什么时候叫做悟明心性，什么叫做佛。所以你放心啊，我也会对你很好，你放心的啊。那么这些恶知识啊，会幻妄的心理啊，百般的诱惑你，使你啊堕入邪网而不知，你没有办法觉察。普觉菩萨就普遍的普，觉悟的觉啊，这圆觉经的一位大菩萨，这普觉菩萨呀，就早已经知道一切邪见人的伎俩，伎俩。这个啊，在这《圆觉经》里面讲，佛陀真的是大慈大悲，他特别怜悯末法时代的众生，所以《圆觉经》是为末法时代的众生而讲的圆觉大法。那么为了怜悯末法时代的众生，普觉菩萨就告诉啊这些末法的众生，在这个时代邪知邪见他的伎俩很厉害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堕入陷阱。这普觉菩萨啊，为了不让众生堕入邪思恶友啊的伎俩当中，于是就接着净诸业障菩萨的后面，在大众中从座位上起立，先向佛陀顶礼。我们今天全部都讲白话文啊，然后就又绕啊三匝佛陀啊。山楂，然后啊，就长跪合掌，恭敬的这么说了：“说大悲心的世尊哟，啊、哦，我们赞叹你，推崇你，你呀、啊，今天呢、啊，要畅快的来为我们解析、说明修禅的病症。”禅就是佛的心呢、啊，修错了这颗心，就会生病。换句话说，走错路的人，
那么就误入歧途，把错的当作对的。禅病，禅也会生病，修禅也会生病，因为见地不真，没有佛陀的正知正见，所以这些大菩萨知道离佛太遥远了，因此在大众当中觉得这个不说不行，因此请佛陀开示啊，务必要让所有的众生法喜充满，尤其末法的众生身心清净，获得无比啊清净的佛性圆觉智性。因此就说，哎呀，大悲世尊啊，要赶快啊说解析说明禅的病修行问题出在哪里啊、哦、这大会当中大家听到这样一问，要解这个禅的病啊，就感到前所未有，身心坦然清净，获得无比的安慰自在。说世尊，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，啊距离佛陀住世的时代啊太遥远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得到的贤圣啊，知道众生难度刚强难化，就像禅宗讲的，你跟人家讲最上圣论，人家要你的命，你不相应了，你抢走人家的光环，夺走人家的供养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变成所有众生的焦点，你认为凡夫会怎么想呢？当然也有人推崇你，崇拜你，所得到的贤圣啊都跑到哪里？隐居深山穷谷，众生刚强难化，难调难服，也不必自己找麻烦啊，在山区里面呢、搞一块土地啊，种种菜啊，过着清闲闲云野鹤的日子，何必跟人家，对不对？名利啊，就像战场一样的，拼得你死我活。圣人不需要这个，圣人不需要就拼得你死我活。相应的你就来，不相应的合掌令欢喜。所以啊，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说，这末法时期这些得道的贤圣呢、通通躲起来，隐居山深山穷谷，栖身在幽洞，幽就是深，就是寒冬，这个很深的洞穴，好跑到悬崖旁边没有人到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隐居深山穷？穷谷就是非常尽，穷就是穷尽山谷的，就是人烟皆稀，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，或者是栖身在幽洞悬崖。为什么？正法既然没有办法显露出来，众生又那么好骗，对不对？那么好骗，骗着嗡偏偏偏偏偏嗡偏偏偏偏偏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骗啦，就是因为他耍两个伎俩你就晕了，也分不清楚到底他是正的还是邪的。正法既然不显，自然邪说炽盛嚣张跋扈，你佛不在啊，贤圣全部躲起来呀、啊，没有人要说法呀，是不是？啊，剩下几个哈利波特啊，
哈就是哈哈的哈，律就是我这个小律律的律，哈律波特就是我啦，啊，对我还有几分信心啊？谢谢大家啊！说正法显露不出来，这末法这个时代啊，哦，嚣张跋扈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那个大心求道的众生想要求道，想要求道啊，就是你们现在这样子，想要求道，想要修行，想要解脱，啊，《圆觉经》就问啦、啊，那到底要参访什么样人？什么样人？够资格称为善知识呢？要依什么法？末法？怎么样才能称为圣善知识？要依什么法来做标准？要怎么样修行？应当除哪几种病？禅病啊，众生啊不修行，那当然就是无明病啊。众生不修行叫做无明妄想病，修行人叫做禅病，因为他也会生病。所以想求道的众生当除何种病，要怎么发菩提心等等，问了几个问题。一，哪一种人构称为圣善知识？二，要依什么法来做标准？第三，怎么个修行？大家都想修行啊。第四，要除哪几种病？最后，怎么发菩提心呀？发菩提心大家都会念啊等等，哦，使得这个末法时代啊，慧眼未开的众生不至于堕入邪见网中。说到了这一段啊，连问了五个问题：什么叫做圣善知识？什么是法的标准？怎么个修行？当除何种病？怎么个发菩提心？就连续一直问，使这个末法时代啊，啊能开慧眼，让众生啊得佛眼、智慧眼、法眼，才不至于堕入邪见网中。说完的时候啊，说毕的时候啊，有五体投地的礼拜。啊，那么这样子经过三番的恳求，佛陀慈悲啊讲解。诸位啊，要请法师说法是很复杂的。以前请法师来讲法事，要派几个人做代表，然后啊。迎天和尚，然后就叮，然后叮的是边走路的意思，然后再到师父的疗房，然后就是慢慢的走上来，叮叮叮，啊，然后呢走上来，对不对？后面要排整排的端盘子的水果的香花戒定真香，通通具足。哎，然后接下来，大和尚要站中间，哎，然后就开始要唱戒定真香，就开始唱了，然后到最后就拜三拜，啊，那最后要其他的法众啊，居士要离开。摩诃先行就是最后，因为他端盘子转在最后末后嘛，且这个最后一个人要先走啊，叫做
幕后啊，先行也搞了半天了、啊，只知道法师在念，念了好几年都不晓得，都不晓得在念什么。哎，上人他念了好几年都不晓得那四个字叫做幕后先行，排在后面的人先走，意思就是排在后面才在前面的不能走。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上台，再上台哦，然后就威仪，对不对？开始念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样才开始啊，修过像我们这样子啊，就差不多五点开车。要回高雄吃素了，不骗你的，以前那种庄严的仪式这样唱完哈，慢一点的要一个小时，快一点要半小时，啊就 OK 啦。那我跟他讲，不要这种礼貌哈，留给戒坛上他们去做就好，我这、啊、要弄那么长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你很辛苦，我们很辛苦，啊，对上人确实是很恭敬，所以我没有人请，就自己跑上来，啊，没办法，这样节省很长的时间开示，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以后啊，哎，在彰化财神的时候啊，你们不要分不清楚，嗯，呵呵，也不晓得在念什么东东。哦，现在知道了，最后面的要先走，幕后先行。啊、哦，总之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要听经闻法，要不然你一辈子你也不知道那到底四个字是在念什么。好，好了，哦，我们就知道法是最重要的。我一直记得一个祖师啊，配合佛陀讲了一句话啊，叫做冗长的仪式哦，无异于觉性的开发。这句话我一直深深烙印在内心的心灵。冗，你们会写吗？冗长，看得懂吗？哦，一个盖子，然后底下一个冗长，就是很长很长的仪式啊，对我们开发我们的清净自性，并没有什么无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利益的益啊。无异于我们觉性的开发，你把这个仪式搞得很长很庄严，但是对我们的清净自性没有任何的帮忙，所以我们把这些时间全部都节省起来，冗长的仪式无异于觉性的开发，对我们觉性的开发没有什么利益，太长了，简单的可以。所以当时啊，佛陀呀就欢喜地哦称赞了这个普觉菩萨，这么说了，说嗯，善哉善哉呀、啊，说善男子啊，你们啊能够为众生恭请来问如来这些修行的方法。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，就像大众啊，今天呢来到弥陀寺，你们这个功德也不得了，为什么？没有这个因缘来，我不没有迫切的要把这个止坐认灭、坐止认灭禅的病，积极的来讲一遍。那讲一遍以后，录音录影，来利益有缘的众生。所以你们今天的参与等同布施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叫做无畏道言、啊、
因为普贤菩萨的问佛陀才讲啊，诸位啊，因为你们今天的参与，所以师父在这个时候用白话文，重点要解这个义理。文字当然非常优美，但是我们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禅的病解释得清楚，叫做无畏道言。哦，我没有畏惧，无畏，畏就是畏惧，无畏道言，就是一个人心开大智慧，得内心解脱，啊，跟佛一样，没有任何的畏惧，没有任何的畏惧，如狮子吼，百兽降服，如佛一般得无畏道言。所以这个法不说，末法的时代不可能得无畏的道言，使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也能够成就圣道。诸位啊，成就圣道，说实在话，说难很难，但是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，重点在你听不听话，如来的开示能不能用心接受，坚固的信心，如佛一般的智慧，就能成就圣道啊。所以佛陀啊对普皆菩萨大众就这么说啦，所以啊，你啊现在啊要专心的细听我当为你来解说，我来为你来解说解析说明。这普贤菩萨就奉教欢喜，在大众当中啊默然恭听，这就是听法的人要非常恭敬，如饥似渴，可以说法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，像饿了，饿得很厉害，需要这个饮食；这个人口渴得很厉害，需要喝水，需要这份甘露法水，那么这样就可以说法。有的人啊，还不认识，见面以后他就开始要为他解说啊，为他怎么样，好像在卖这个法一样的，对方好像非买不行，这样会搞不清楚。法是尊贵的，有求才说，除非你是亲朋好友，所以很多人时空拿捏的不对，反而变成负面的效果，负面的效果，对不对？老婆学佛觉得很好，这一直告诉老公这个法是多好多好，你要怎样子，老公不听，然后就老婆就骂你业障深重，是不是？那么好的你不听，然后啊，是开口闭口，本来她老公对慧律法师还没有那么反感，但是你要听慧律法师的，那是我上人，他是多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那老公已经很讨厌他说法了，你每次都提出一个光头的慧律法师，更加火大，更加火大。所以上人其实很慈悲，都是被信徒害死的。我坐在这里真的很慈悲，但是因为他拿捏不对劲，拿捏不对劲，不时空，就在家就杠起来，就冲起来，啊，我就是很倒霉的那个。所以你们要懂得进退。佛陀就接着说了，说善男子，末法时代的众生将来若有发大圣心啊，发大圣大菩萨大圣的心，想要求访善知识，
也想要依善知识来修行，最重要的起步，当求一切具有正知正见的人圣善知识。用现在就三句话：一，必须通达三藏；二，悟明心性；第三，正量解脱。这个就是末法时代正知正见的圣人啊。所以说，善男子，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将来如果有发大圣心，想要啊参访这个善知识，必须依善知识的修行。第一个步骤是一定，我们用现在，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求正知正见，当然这是基本盘啦，基本盘啦啊。那么用更宽广的角度，法师必须精通三藏，悟明心性，正量解脱啊。说好，那这样讲我们知道了，没有正知正见我们不能依他，但是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这个叫做善知识呢？要怎么关照观察他，怎么看善知识才叫做这个善知识叫做正确的呢？啊，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观察他是不是有正知正见圣善知识，是不是真的精通三藏，是不是真的悟明心性。从正面来看，第一，你亲近的这个圣善知识，他心一定不会铸造这个假象，这是第一点。你看到这个贪财、贪名，哎呀，贪色、贪吃，哎又贪睡，我请问你，这个叫做甚善之事吗？在任何的时空发生一点事情，老是吹毛求疵，不原谅对方，啊，不该争的争，不该说法乱说，所以第一个。善知识心一定无所住，离一切相，才能说它叫做善知识。这第一点，心不住相。所谓心不住相，就是说没有凡夫，凡夫是求长寿求福，凡夫是求人天福报的心嘛，这个心念嘛，啊，那这个不是甚善知识。正面来说，一，它不可以住相；第二，从正面的角度来说，它绝对发大菩提心，不会贪着于声闻果、缘觉果位的那种空寂的境界啊。这有为生灭太痛苦了，我远离，我远离众生留给别人，哇，这太辛苦了，我才不跟众生搅和在一起，众生刚强难化啊，我行我素，我知我见我相我慢，哦，跟这些凡夫搅和在一起太痛苦了，很难搞定他，我还是修声闻缘觉啊，空寂的境界，反正呢我也很有智慧啊，我不跟众生搅和在一起啊，走的变成声闻圣缘觉圣，那就众生怎么办？也就是说，不执着于小圣那一种放弃有为、屈辱无为的果，掉进涅槃坑洞里面，不想跳出来。正面来说，怎么样叫做圣善？圣善之事有两个，
一，正面的圣善知识，一，心不住相，二，绝对不求声闻缘觉小圣的果，这是正面的。从反面来观察，什么哪一种人可以叫做圣善知识呢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这个圣善知识啊，不坏缘起，他为了利益众生啊，虽跟凡夫俗子啊搅和在一起，看起来像凡夫俗子啊，凡夫，所以同于凡夫的作为，他也一样奔波在六尘的境界啊，在弘法利身，而且跟众生呢 混在一起，也一样好像奔波在六尘境界，但他的心中是非常宁静的，他是非常清净的，他已经达到无念无住无相，离切相即名诸佛，他已经见到众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他的心保持清净，如如不动，绝对不受贪嗔痴的驱使。也这个圣人弘法利身，也不图私利，私利，那众生啊，跟凡夫差很多，啊，圣人是转世成智，凡夫是把你的钱转变我的钱，转过来，转的差很多，所以。第一个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善知识为了利益众生奔波六尘的境界，他的心一直保持清净宁静，无所住，离一切相，圣人绝对不会受到贪嗔痴的驱使。驱就是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驱啊，屈躬所那个屈，屈死也不会图私利。从反面的第一个角度来说，反面的第二个角度来观察，从正面观察，那从反面来观察，他是不是圣善知识？好，这个圣善知识呢，有时候啊，并特别的示现。实现各种的缺点，就是有一些故意啊，实现一些跟你理想有落差的，但是善知识他不会掩饰自己，也就是不借着种种词来掩饰自己，他就会说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发了脾气，不应当这样子哦，我错了。啊，你们呢、啊？应当啊，身口意清净，他自己犯错也不掩饰，然后赞叹清净犯恨，啊，来告诉大家，我今天呢、啊、有过，彰显自己的过失，他特别赞叹身净、语净、意净。身口意清净来彰显自己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不掩饰自己的过失，不能让这些见闻的人盲笑啊，盲从的效法变成胡作非为，这些众生因为看着亲近的人哦这样做，自己也盲从效法，不遵守礼仪规范。台湾就是有一个团体就是这样，在家居士自称老师，他教出来 的学生应该说啊，跟着他学法的谤佛谤法谤僧，所有的居士看到三宝，不要说顶礼，
嚣张跋扈到极点，一个有见性的修行人，他碰到一些意见看法跟他不一样的，每天到他的道场一直闹，那个教出来的学生每天到法师的道场去闹，围起来，那法师也知道，然后他就说我们要供养啊，我们要供养，我们要见法师啊，那怀着一个非常不恭敬的心，当然没有打起来了，也没有暴力了，可是他就是故意的，我就这样拿个红包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一群人啊，那法师也知道就远离，可是他们从早上来一直到晚上他们就不离开，就是故意找杂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诸位，我讲的是现在的事情哦，不是很遥远的记忆哦，就是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你就知道一个跟着知见不正的老师，假设说你一个居士，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很有修行啊，那么这个法师我也看过他的著作，是开悟见性的才能讲出那种话，法师真的很慈悲原谅啊，只有回避啊，别人去收那个红包他不要的，就像人家冲到这个地方10个100个的人，我就是要见慧立法师啊，每个人的红包都100块台币，我就是要见啊，他也没有说我要闹事啊，就用另外一个形式让你没有办法招架，美其名叫供养，就是专门来闹事的，从早上到晚上不走的，你就知道哦，众生真的不好惹，这个时代的众生啊，真的很辛苦，所以还是要像师父这样躲在讲堂，但是那个法师也没出去啊，也在自己的道场啊，找到他的道场来，那如果说法师那你怎么应付呢，我说我要供养啊，我没有说我要闹事啊，这个问题就很麻烦的，所以啊，真正的善知识是不会去找众生的过失，或者是跟圣善知识啊教界的长老去找杂找麻烦，这个看学生就知道他的老师的修行，为什么彻悟心性，圣善知识教出来的学生心是极灭的，是无真的，是平等的，他动那个念头都不可能啊，还要去挑衅开悟的法师，所以真正圣善知识不会掩饰自己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啊，所以这样的老师刚刚讲的胡作非为，不守礼仪规范，美其名叫做供养，讲一句比较直接了当就是捣乱，我就是要捣乱，
能够求得这样的善知识啊，才是真的善知识。来整理一下，正面的善知识两个：一，心不住相；二，绝对不贪着于声闻缘觉，这是正面的。反面的，为了利益众生奔波到六尘，心中是宁静的、清净、如如不动，不受贪嗔痴的驱使，绝对开悟的圣人，他没有私心，一切法无我。第二，反面的观察自己啊，圣善之事如果有过患，他不会掩饰自己，他反过来说：“嗯，你们不要像我这样不清净，你们呢？”要像啊某某大德哦，身净、语净、意净，啊，赞叹清净的放恨啊，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啊，你们现在不要笑，像我这样错误的行为效法，啊，不令见闻的人盲从效法，胡作非为，不守礼仪规范，这个就能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失。自我检讨、赞叹、犯恨，那么这样子就是善善知识，真正的善知识。所以反面的善知识是利益众生、奔波六尘、如如不动；第二个，自己错误绝不掩饰，赞叹、犯恨，不令众生盲从。好了，依圣善之事来修行，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末法时代的众生呢，如果遇到这样子的善知识，应当不惜身家性命，可以啊，不护持正法。你碰到了在这个末法时期，如果你碰到这样子的圣善知识，你应当这《圆觉经》讲的，不惜身家性命，竭诚护持正法，恭敬供养。这种圣善之事，在行、住、坐、卧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它有表现正面的清净犯恨，你当然要恭敬供养来侍奉它。即使它能轰中演教，转大法轮，通达三藏，也悟明心性。就算他视线哦，就讲得比较严重一点，就算他视线种种的过患，是视线杀、盗、淫等等啊的行为，诸位也这《圆觉经》说，你千万千万也不能鄙视他，千万。不能在这个圣善之事前面生轻慢心，瞧不起他，因为他的法是具足的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，你鄙视他生轻慢心就不对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圣善之事的法让我解脱，我就到这个地方，其他圣善之事的个人的因果他负责，我不看。好的我学习，我觉得有落差的我不毁谤，不生轻慢的心。圆觉经后面补了一句话，因为菩萨要摄化众生，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，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，他视线的时空也不一样，所以他视线的
虽然有一些啊过患杀盗淫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，所以我们能不能生鄙视心啊，也不能生轻慢心。你只要好好的把最珍贵的摩尼宝珠的法放在你的口袋，放在你的心中使用就好。那么生善知识有过失，个人自己去负因果。好，他如果视线的一些贪着财物啦，或者是爱着自己的妻儿眷属啦，我们从他身上获得了这个如来的正法，我们心存感激感恩，不能轻视鄙视他。这是圆寂经说的，若有求大圣道的善男子，能如是虔诚来侍奉善知识啊，我们取法等同摩尼宝珠，取摩尼宝珠就好，你不要去管它那个袋子肮脏，肮脏的袋子比它持戒不是很清净，不是很严谨，可是那个肮脏的袋子且装着一颗摩尼宝珠，意思是说这个甚善之事，他能悟明心性，他能通达经教啊，或者是他的习气有点重，不过啊，就像哦不好的袋子，肮脏的袋子，但是他那里面装的是如来的正法，这记得你那一颗摩尼宝珠拿出来用就好，其他袋子不要管它有没有肮脏，这样听得懂吗？这最重要的，这是圆觉经讲的，取甚善知识的法，取甚善知识的那一颗摩尼宝珠，其他的不是你的问题，个人做个人负因果，这样子啊，后面呢？圆觉经还补上，说这样子就能契合如来的真心，真如的本心，就是不见善知识的过啊。我们取摩尼宝珠的正法啊，当然甚善知识示现的哦更好，那么我们当然那就更法喜。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，我们亲近甚善知识，就是他的法等同摩尼宝珠，拿到了就好，袋子不要管它。你会不会 我摩尼宝珠可能大家没看过，诸位如果装的100万人民币，假设说那个袋子不小心呢、啊，沾到一点少许的大便，请问你里面100万的人民币，你会因为那一点点的尿液少许的粪便会把100万连袋子丢掉的举手？嗯，不可能啊。这个比喻这样听得懂吗？哦，甚善之事表现的也许不怎么啊理想，就算有一点沾到不净的尿液或者是粪便，但是呢里面有100万人民币啊，这样比喻就很强烈了，对不对？哪有那么笨的把100万人民币，是不是啊？袋子可以不要，就是不要去看圣山知识的，但是100万一定要拿到手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比喻就非常明显了，哦，因为用摩尼宝珠也没看过人民宝，摩尼宝珠到底长怎么样子？哦，这个用人民币，这下到死哦都不会忘记了。所以能够契合真如本性，究竟成等正解。如果你用心这样子，不看圣善知识的过失，直取无上菩提，就可以开显你本来
具足的智慧，能够遍照十方一切刹土。所以点灯一定要点在心中智慧之灯。因此我们要了解，不能只有燃烧那个油灯啊，在外面的油灯，里面的智慧之灯却点不着。这个智慧之灯就是听经闻法亲证自性无所住的自己本来面目。说善男子，除了从人的行为和他的见地，就是知见。说啊，善男子，除了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还有他的见地去观察他是不是圣善之士，也必须从他所证的法，前面讲的是行为跟见地，现在要从他所证的法，证悟的证，证明的证，就是证量解脱的证呢，也应当从他所证的法上去好好观察观察。也不是说那个人自己讲我是圣善之士就真的善之士，要好好的观察观察。但是初学佛法的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诸位，初学佛法，我今天开示的这个作为未来的因，但是今天能利益的，在教界里面有十年的时间将会得大利益。但是有一种人能得大利益的，就是在短时间里面非常精进的人，这今天就非常受益。他虽然精进佛法三年乃至很短的两年，但是他非常精进，听经闻法从不间断，今天就会得大利益。他亲证的妙法就是真善知识，真正的善知识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所证的法来验证他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。他所亲证的妙法应当没有底下所说的四种病，底下就很重要了，就是今天的关键了。第一叫做作病，造作的病，造作的病。所谓作，造作就是有心造作的意思。有心造作，妄以起心造作为能事，不把圆觉自性列为第一首要，不把真心本如列为第一首要，不把明心见性列为首要，而妄起造作的心。诸位要这《圆觉经》讲的，而且这个祖师的注解你要很注意听。一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必须讲真心话，一修寺庙搞得很大，没有圆觉自性，没有真如自性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寺庙搞得很大，诸位跟成佛没有任何关系，跟成佛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如果你不悟明心性，好，到处化缘很辛苦，一辈子出家人都修道场，就是修塔，修那个塔，七层、九层、十一层，好大好大的塔，这跟成佛没有任何关系。诸位，为什么啊用奇数呢？奇数就像斧头一样，我们说斧头三角形的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
所以出家人叫做五一、七一、九一，是为什么？基数就是斧头，能断烦恼，破除假象的意思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悟明心性，圆洁自性，不明心见性，修了再大的塔，跟成佛没有关系。第一个叫做作病，所以没有开发圆解明心见性，就是啊，你建寺庙啊，出出钱啊，功德无量了，没有功德，不见性怎么会有功德？没有真如自性哪来功德？那叫做善，善就是生灭哦。接下来，不开发圆觉自性，不明心见性，也没有真如本性，每天吃咒，每天磕大礼拜，跟成佛没有关系。佛不造作。但是如果你明心见性，圆觉自性，持咒就叫做妙用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从清净自性出来，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所谓不见性叫做妄想造作，见性叫做妙德、妙用、妙相庄严，所有相都妙，你就知道所有的佛，整个佛教的根本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圆觉自性。这颗是如来的真如本性，你才有办法完成究竟的佛道。